现在我们演示一下端信号返航，就是遥控器端电或者是端信号的时候是怎样自动返航的。我们先把船驾驶到某个点，开远一点，开到100米左右，开到100米左右吧。风有点大，一直往这边吹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距离只有20米，风有点往这边吹。30米。10米，往右边一点，风有点那个。我操，他的船来了！那里有一条船。70米了，我们也是，已经80米了，80。现在差不多100米，已经有点看不到了，就98米吧。我们现在演示一下自动返航，把这个遥控器直接关机，看一下。看一下，13秒，自动返航。愿你三冬。
在返航中。返航到起始点，这个相差不会，没有超过。